天天跟我做，每天一分钟，分别一分钟。和同事一块出差开会，这会晚上喝咖啡，不当心全洒老子衬衫上，还好带了秘密武器，要不然明天怎么正装出席？最近网上出现了一款名叫 Washwo 的便携式洗衣器，大学基友刚好在这家公司上班，前两天给我寄了一个试用，大小就跟肥皂差不多，操作巨简单，只要把它和衣服一块丢进水里，打开开关，不到半小时衣服就洗干净了。要说原理嘛，其实并不复杂，洗衣器通电之后接触电解水时出现的活性氧物去分解衣物上的污渍，所以不需要洗衣粉就能达到很好的去污效果，你甚至都不用动手去搓衣服，把老子看尿了。不光如此，我说我在运行过程中还会释放出次氯酸，起到杀菌除臭的作用，臭袜子都能轻松搞定。这款洗衣器目前正在国外众筹，价格是500软妹币左右，相信不久就能和大家见面，简直是前来福音啊。报告长官，啥事儿啊？我大姨妈来了。那你出去接一下呗。